您看我往这一站，我这气势，我这架势，像是个干什么的？您恕我眼拙，没瞧出来。我是个练武的。哦，您是个练家子。对了，您都练过些什么呀？提起我来，大家伙可能不太了解。哦，提起我的老恩师，那真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啊。那敢问您老恩师尊姓大名啊？我老恩师住在武术圣地，大连大长山岛。哈哈哈。等会儿啊，大连，大长山岛。对了，这地儿我知道啊，知道吧？这岛上啊，有那么几百户人家，都是卖海鲜的呀。我老恩师姓海，姓海，名利子，海利子，一不清传，一辈子就收了俩徒弟，都谁呀？我跟我哥哥，你们俩人都起了一名了，叫什么呀？我叫海红，我哥叫海胆，俩海鲜。那天我跟我哥正在后花园抠，练着呢。你说明白啊？练着呢。就听啊，有人叩打柴扉呀、就是敲门呐。叮咚，有门铃啊。我打开门，见一人40来岁。周身上下黑红相间的冲锋衣，胯下电动车，胸前有个 logo SF。 等会儿，黑红相间，电动车 SF， 顺丰快递，顺丰大镖局。什么时候改镖局的？送我一封信来。我哥打开这么一看，明白了。怎么了？我师傅明知走了，海鲜市场顺丰大镖局给我们哥俩挂上号了。让你们俩送快递去，保镖去。我还保镖去。我跟着来人来到海鲜市场顺丰大镖局。有人向里通禀，呼啦超出了几十位水旱两路的英雄。那真是高的高，矮的矮，胖的胖，瘦的瘦，丑的丑，俊的俊，高大的魁梧，瘦小的精神，一个个壮脖梗大脑袋瓜，壮磕肩盖大脚丫，磕得满天二踢脚的，咔咔，嘿，真有气势。当中间闪出一位老达官。我哥一看当时都傻了。怎么了？绿头发、绿眉毛、绿胡子、绿衣服、绿裤子、绿鞋，难道你就是海带？海带，少侠，不要玩笑啊！请叫我紫菜，这还不如那海带呢。我说老大官，咱后屋验验镖吧。就看看保的什么。到后屋我一看，18张8仙桌子，码满了4四方方白花花的银坨子、泡沫箱子、泡沫箱子。这么看着泡沫箱子，打开了往里一看，都是这么大个亮晶晶的钻石、冰块。对，得有冰块，没冰就坏了。扒拉开冰块，你再看，都是12寸长，黄澄澄的金条、黄花鱼。我说的有冰块吗？黄花鱼有用啊。这有什么用啊？肠子肚子拿开了，翡翠玛瑙放进去，黄线穿好了，盖上冰，封上盖，带着封条。保镖分明镖、暗镖、子孙镖。这是黄花鱼镖。黄花鱼镖，暗镖的一种。打镖舵的、插镖旗、喊镖烫的，都是我来的。这怎么来的呀？三十五一斤啊！还是卖海鲜的。现在按照最传统的食法，在全国各地也都费劲。我希望把这个节目能保留下来，所以做一些改动。